各位朋友大家好，现在玩的是鲁邦三四，现在开牌的第一支，然后在高券里面抽到一个 special chance 强音，那看会有什么演出。目前钻石有两颗，看看这个演出是干嘛。黑色小怪，呛死！哦，女主角跑出来。哦，三把钥匙。哦，就这样没了。又一把，目前有六把钥匙。还有演出？哦，没有，开始准备抽选下一关。关还不错，还有四把，能不能抽到库存的机会？一个 push 键演出，又是强音。黑色小怪，一把，哦，还不错，又是三只。现在一个呛死。看看能不能获得宝石。哇，这样就没拿到。现在准备第三关，看有没有机会。四分之一的机会，八只钥匙消耗了五只啊，有没有机会保送？哇，要下面的，没有下面的就没有了。落音。哎，唱歌哎，过关，确定过关，希望钥匙人再多拿一点。现在挑战第四关，目前钥匙三把。剩下最后一把。哎，我刚刚不是唱歌吗？怎么可能？还有，看错，听错。好吧，今天目前四关最高纪录。